哦，不好意思打扰喽。哇，不愧是蜜月别墅，超级大哎！啊啊啊！我怎样？这附近哦，有一个地方很适合你们哦，有一个跟情侣有关的传说。传说？你们怎么也在这里呀？我的天哪，天气真的超热的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试一下这里的黑糖海草冰沙？真的超消暑的呢。什么？海草冰沙听起来很赞呢。刚刚先回民宿一趟，都没机会去逛逛。我们家文杰小可爱怎么在浴缸里画圈圈呢？皮肤还泡成粉红色的，这么诱人，我是要怎么办？江哥哥很心动哎。你真的很会安慰人哎。啊，等一下了，你不要戳我脸啊。所以你好了没啊？我们难得有超大浴缸哎。着每一个未来过去，在这片充满幸福的沙滩里，靠着你，看着你欲拒还迎表情，世界没有了你，一切都失去意义，失去琢磨不定决定，每一个决定在我没参透的定理。我只想和你穿梭在平行时空里，我们一起走过的每个步骤。